AV 指令全拍戏被冲走啊！气象厅还对下岩手被海啸重创，陆前高田市就找到至少400具尸体，过万人失踪。三重县南部和歌山县 Google、Twitter 同红十字会设立寻人网站，俾灾民搜寻失散嘅亲人。中央社就报道，失踪人士包括69岁嘅町长加藤宏辉。地震嗰日，佢正系顾指挥下属逃难，自己就被海浪冲走。而微博寻日就流传海啸死者名单，发现咗 AV 林志玲之称嘅波多野结衣嘅名。全海啸嗰阵，佢喺海边拍戏，同男对手摄影师一齐浸死啊！但之后网友就踢爆，波多野结衣系艺名嚟噶，根本唔可能出现喺名单上边，相信只系同名同姓。